要不要跪着跟我道歉？我等一下把照片都PO出来，我捐赠多少单位？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现在抖内有多少？我准备要捐钱了。我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？然后我故意还在 FB 来一个赞一块钱的，我捐给儿福，捐给谁？我通通是拿我自己的钱，还有抖内的钱。大家记不记得当初抖内我说你们谢谢各位给我这么多钱抖内，那我把它捐出去了。我这要捐给谁？我常常在捐，观众群都知道。然后我这次金刚直播，我这五百万我陆续捐出哦。然后这个款。是金刚出的，他还有出款证明，连收据都是开金刚直播，所以你钱拿给金刚吗？我不是给观众朋友抽奖，他就做口罩、做全套、做帽子、做一大堆东西送给观众，我还去不断的捐款弱势幼儿园、幼稚园、儿福中心、新北市、台北市、高雄市体育局，包含这一次，我也又出了60万。从恶名昭彰，我跟大家报告过，桃园市这次要举办全运会，他们感谢状还没拿来，拿来你就看到了。我捐了60万，大家记不记得？我捐钱是没在停的呢，因为我答应我的观众群，我答应我的人是说，只要观众活着的一天，我有赚钱，我就贡献给台湾这个社会，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我爱台湾，我不用选官，我就可以替台湾人做事。我不用当官，但是我可以替台湾人做事。我拿我自己的收入，我给，因为我有赚钱，因为我开直播，大家愿意抖内给我，那我觉得这个钱，哦，来太快，我不想让人家讲话，所以我捐。你要不要跪着跟我道歉？我等一下把照片都PO出来，我捐赠多少单位？我还有一大堆感谢状挂不上，我无听你搞我骂，你知道吗？马公，我那都无退厝的想。我说我有更大的责任，我的责任就是呢，很多年轻人是，我们是人家的榜样。